玉儿，走，跟我出去看一下情况。哼，倒要看看这个工厂到底有什么花样。哦，昨天进来之后就发现了一个问题，这么大的一个工厂居然没有开工，所有的机器都处于停运状态，这其中一定有问题，我必须查个明白。看我这脑子。嗯，前面有动静。居然忘了今天厂长要来，我得赶紧做准备，否则厂长生气后果就麻烦了。嗯，厂长这样说的话，二壮就要来了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呀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哎呀，辉哥，你是不是上头了？咱们在人家工厂呢，要啥没啥，你打算怎么收拾啊？呀呀呀，就是现在咱们还不能暴露，否则就危险了。啊，哎呦呦，厂长啊，几日不见，你又帅了。一小子不要贫嘴，交代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你放18251一个心，绝对妥妥的。嗯，中。对了，给你隆重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媳妇诸葛铁蛋。啊，我去，二壮都结婚娶媳妇了。辉哥别废话，咱们接着看。这就是厂长夫人啊，果然是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美得让人沉醉，无数男人为你落泪。哈哈哈，你这小子真会说话，不错不错，壮壮，你以后要重用他。没问题，要不是媳妇你和你爹的亿万家产，我二壮也不会有今天。啊，我去，原来二壮发达的秘密是找了一个有钱的老丈人呀。对了，厂长，昨天新招进来两个人，其中那人男的身强力壮，是个好苗子。中，那就按计划办事吧。嗯，媳妇，咱们走。玉儿，你瞧瞧，你瞧瞧，我这个人才到哪儿都发光。别吹了，辉哥，人家可能要重用你呢，接下来可怎么办？嘿嘿，重用我的话，那就将计就计。我说工头啊，您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呀？你小子别废话，我跟厂长介绍了一下你的情况，认为你大有用途，这就带你去升官发财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咱们这是往哪儿去？当然是带你去咱们厂的秘密基地，你小子今天可走了大运。好嘞。这工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居然还有个秘密基地，我倒要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。你小子先进去吧，我去拿一样东西给你看。OK，快去快回。嘿，居然真把我当自己人了，闲着也是闲着，看看这里面究竟有啥。这是什么声音？我去，僵尸部队。原来二壮还是没有放弃老本行，没想到呀，没想到。嗯，不对，把我带到这个地方干什么？完蛋，上当了。